小杰，小杰。怎么了？小七就是你的真名啊？嗯。姓什么呀？没有姓。姓小。聊聊你自己吧，好吧。说说你以前在河西的事情吧。上过学没有？不算正经上过，小时候有几个好朋友在某窝点旁边的学校里边上学，经常跑过去偷听，拿他们作业随便做做。你识字？跟你在一起在窝点那帮小孩都没上过学？都没上过学。他们刚来时还都是小孩子，秦爷把他们藏在狗场里，要是不听话就跟狗关在一起。哎，老七，秦爷给你那些任务啊，就是看好这仨宝贝儿，要是跑一个那小命就没了啊。行了，你看好了啊，走了。后来青爷打你了？不知道，还拿火烫。你还记不记得你进去贼窝以前亲生父母长什么样，还有拐卖你的人长什么样？一点印象都没有，就你一个人从那个贼窝里跑出来了。